Hello， 大家好。咁今次呢条影片咧，就系有关于呢一个嘅学习装置点样拎嘅一个教学影片啦，可以话系。咁首先咧，你要嚟到呢一个嘅枯叶镇先吓，呢一度咧就系枯叶镇。然后咧，商店后面咧系有一条路仔可以行过嚟嘅。啊，亦都嚟到呢一个叫做枯叶镇嘅道馆嘅。咁呢个道馆咧，其实正传咧，即系呢一个主线剧情，好似系冇入过嘅。好，之后入到嚟呢一度啦。枯叶市道馆馆主有一个朋友啊，一个咧全心全意珍惜嘅朋友啊。当嗰位朋友去世嘅时候咧，摧毁咗佢，抛弃咗一切，生活、工作、责任、家庭同佢自己啊。OK， 唔好吓亲我幽灵，我唔会伤害你嘅。你想做咩啊？我等咗好耐啦，正将我骨灰咧埋喺精灵塔入面，咁我就可以离开呢个孤独嘅世界。骨灰庵啊！呢、這个有机会是马志士的朋友啦，废弃的道馆支线篇章。OK， 佢头先讲过啦、啊、因为呢位朋友的过身咧，令到应该是马志士咧就摧毁咗马志士啦，亦都丧失咗自我啦。我谂应该是咁啦。OK， 咁依家佢就叫我去紫渊塔度埋葬咗佢。OK， 我哋依家要去紫渊塔啦。又翻翻嚟呢一个嘅，作为呢一个嘅精灵嘅尽头嘅紫渊之塔啊！好，我哋慢慢行翻上去啦。哎呀 ，kick 住咗。呢度，好各位啊，应该就嚟到呢一度咧，佢就会见到后面有道门嘅。但系呢道门要点样入去咧？点入去噶呢道门？系咪有嘢推噶？有咩地方入到去啊？哦，点入啊呢度？点样入去呢度门度？都嚟试下先。哎，有啦！我可以感觉到咧，墓碑咧后边系一间房啊！多谢你接下就交俾我啦。你开咗咯，道门。OK。我入去啦，精灵塔。哦，呢个咩房嚟噶？有嘢对我讲嘢，佢喺度话。精灵塔咧，并唔系咧，总系死者安息之地。佢曾经咧喺呢一个祭祀嘅仪式嘅场所，系咪祭祀嗰度？呢个房间咧，佢哋咧俾死者服务嘅地方。啊，比加超，我哋系俾邪教嘅精灵。咩叫被邪教嘅精灵？复活过程嘅结果系失败，我哋身体咧继续腐烂。由于咧害怕异常啦，教徒咧将我封锁喺呢个坟墓度，我哋永远孤独咁咧困喺呢个坟墓度，永远咁痛苦，请结束我哋嘅痛苦，等我哋自由或者杀咗我哋，结束我哋咧。发生咩事？哦，呢度啊？定系呢个火啊？呢团火咧点解会咁稀薄嘅空气中燃烧？啊！六隻啊，应该系一个试炼嚟，六隻啊 ，OK， 我哋 save 先，嚟啦，最好冇记得睇，我唔系喎，有啦，哇，尸体四号，竟然系比比鸟啊 ，OK， 哇，打唔到，啊系，我用普通技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咩仲有边个？呢、這个啊，好傻啊 ，OK， 哎呀，又用普通技。仲有冇啊？呢度啊？咦冇咯喎！咦冇咯？后面啊？后面有个 boss 喺后面。呢度睇嚟好适合你，可以出嚟啦，比加超，多谢你。就系呢度啊，准备好未啊？我应该。只系咧一齐旅行咧咁耐，有啲意思，有啲唔想离开啊。哦，系啊，好有意思，但我知道咧，你必须离开啦。系啊，你讲得啱，再见啊。事实我要话俾你听。哦，原来主人咧唔系其他人，系马志士啊，佢系枯叶市嘅馆主。佢系咧一个咧高阶层嘅火箭兵团成员，仲有话我俾咧火箭兵团首领杀咗，佢都系操控我训练师嘅人。哦，点解你主人咧仲咧为火箭兵团工作，而且佢哋就系杀你嘅凶手？佢唔知道我系点死，我嘅死咧成件事被制造成一个咧诡异嘅事件，只系为咗咧俾嗰个邪恶嘅人咧可以招募我嘅训练师。伴随住心碎同失落，加入咗火箭兵。哦，咁我大概知啦。点解系你嘅出边有好多人？相信你听讲好过好多年前发生嘅精灵战争啊！好多勇敢嘅人咧喺嗰场战争咧丧生。呢、這个就系为
就系点解咧？喺关刀咧，周围咧走嘅成年男人唔多。我嘅训练师马志士系个退伍嘅军人，佢有力量同对战争嘅经验。火箭兵团需要呢种人才。沙呢个系边个？唔使问都知啦，系嘛 ？Red， 虽然呢一个古仔应该系发生喺阿 Red 啱啱打完马志士冇几耐咯。我谂呢个答案呼之欲出噶啦，板木啦，系嘛？佢嘅名系 Ben， 我要走啦。睇嚟系时候要我走啦。多谢你所做嘅一切，安息啦，兄弟。废之线结束，安息啦，兄弟。学习装置神奇糖果 ，OK， 各位。好，我唔知道嗰个鬼系捉唔捉得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好，咁我哋又解决咗呢一个知识篇章，亦都得到咗呢个学习装置啦。